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35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路。根据棋友们在围棋天元公众号的选择，今天我们将会为您讲解谢尔豪九段对阵唐伟星九段，以及柯洁九段对阵米玉婷九段的两盘焦点对局。解说嘉宾是著名的国手邹俊杰老师，邹老师好。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天元赛的对局啊，然后。唐伟星呢，马上好像要下很重要的比赛，对吧？那么天元赛对他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调整状态，对吧？以赛代练的一个好机会，是的。而且像邹老师，好像疫情以来，确实我们中国棋手的比赛机会并不多。对，就是比赛确实也少，就是，然后呢，棋手其实要比赛才能把状态调整起来。像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的柯洁。状态不是很好，我们先来看看现场画面。对，确实现在棋手们也是新年嘛，2020年的第一战啊，大家也都很珍惜这个机会。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棋院，就在我们楼下进行的。是的，这个是谢尔豪九段。哎，对。对，确实随着这个比赛逐渐的推进，世界冠军还有等级分前列的棋手也越来越多。是。现在都是用电脑下，所以说对于棋手来讲要需要一个调整啊，因为电脑下的话毕竟眼睛还是比较吃力的。尤其是赛制越长的比赛，其实棋手们虽然经常用网络进行训练，对，但是正式比赛的话还是不太一样的感受。对，因为那个我们讲棋盘是纵横交错的嘛，你电脑下的话跟面对面下的棋盘明显小，那明显小的话你长时间的计算的时候，你的其实眼睛是很吃力，而且我们知道围棋是容不得看错的，你一个失误就完蛋了。所以说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其实对棋手的眼睛伤害很大，而且还也需要去调整。如果棋手这个调整不好的话，可能他在下网络围棋的时候，他可能这个技术上就不太好发挥，因为计算上的速度是有影响的。你在棋盘上你这个对吧，看得比较广，你在那个电脑上面这种容易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包括你算增子算路数的时候，你的格数都小一些，对吧？对，那种感觉都不一样。所以是希望能随着疫情的稳定啊逐渐变好，棋手们也有更多的线下比赛的机会。对，比赛对棋手来讲太重要了，就是我们讲尽管他们平时都在训练，对吧，但是你没有比赛的话，没有那种压力，没有那种紧张感，你是很难去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成最好的。你看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刚讲的柯洁，他其实不是说输了不正常，其实跟申圳旭我觉得输赢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说从感觉上来讲，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就是没有给我们奉献出更为精彩的对局，就感觉上柯洁没有达到他最好的一个状态。其实这跟我觉得比赛少也是有些关系的。是的，就像邹老师提的，其实在过去可能柯洁赛程很满的时候，像可能有棋友注意到之前的天元战，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做选择性的调整都没有出战，但是像今年的话，因为比赛还没有那么多，所以每一个比赛的机会，那柯洁也是时隔5年再次出战了天元战。对，我们来看棋吧。好，我们先给大家讲解这个谢尔豪九段对阵唐伟星九段的棋局。这盘棋是谢尔豪的黑棋，就下棋就是这样，比赛太少状态不好，但是就是比赛太多的时候就容易疲劳，这需要一个适度啊，需要一个适度的一个东西。对，就是你手伸了，比赛少手伸了，计算就下降。那你太累了以后随手棋就会多，因为下得太疲惫了，有时候脑子动不进去了。对，这样，这盘棋是选择了一个33的开局，小目33啊。现在下这种都是很多了，就是房子你点33了，对吧？是。然后白棋尖顶的跳，对，这都很正常。但在以前我们很少下这个定式，对吧？以前都觉得这个棋一般星位尖顶的跳还多一些，小目尖顶的跳也是 AI 时代的一个变化。对，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学棋的理念觉得好像有一点亏啊，因为老跟这个比较，对吧？一个脱退这个定式，是的，因为这个定式也是很常见的。对，那可能白棋乍一看就觉得这两个做对比哈，明显这个从实控和坚实上都会更好一些，脚上的厚薄也会好一些。所以我们老跟这个定式做对比的话呢，我们就
不太愿意选择这个变化。啊、对，因为人类棋手来分析的话，更多是结合以前定式的棋形啊，以前前辈们的下法去做一些子效的对比，因为你很难用这个去像 AI 一样把胜率多少，这个就人类是做不到的，所以它只能跟以前的一些学习的知识做一些对比，所以在以前很少这么下，但现在发现好像现在可以哈，完全也可以这么下，对，就慢慢的也流行起来。包括这棋好像还有脱先的，就脱先走别的地方都可以，现在这棋也是觉得好像也挺自由的，就是挂两家然后脱先，我觉得感觉上挺奇怪的，但是好像也有这样的下法，是啊。但是我们作为我们人类的棋手来讲，好像还是下猜边会多一些哈、啊。对，因为总觉得像我们过去学的棋理，就一旦被对方夹击过来、感觉这两个子还是一种负担。是，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立二拆三，对，这样先开拆。对，然后挂角，挂角，然后刺一下，对，然后挂的时候应该是跟这边引针有点关系，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顶尖的高手们对这种局部的研究还是相当深的，他就是说他如果直接跳的话呢，他就是担心非点一下，这地方有个争子的关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非点呢黑棋有这个尖顶反击的可能性，对，那么这就有一个冲断，对吧，冲断之类的，或者是断这个也可以断这也可以，反正就是这有一个争子的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没交换到这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白棋就可以争掉这个黑子了。所以为什么他要在跳之前？因为非点的时候，你再刺就刺不到，他一定是冲下来了。所以他一定要先刺一下，然后再跳。再跳，其实他是为了防这个非点。哦，就这个这样的话，有了那个交换，刚才我们那个图那个争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争不掉。所以。这就是现在有了 AI 以后，大家的这个布局的局部研究太深了，对吧？对，这在以前我们是很难去想象的。按道理，这个刺呢，它也有损的可能性。对，比如说以后从这一代过来，就以后其他的格局或者逼住的时候，对，这一下交换肯定是让白棋的脚上变得更坚实。是，也有损的可能性吧，就是说，但它可能为了防这个飞点，对吧？对。而且现在好像邹老师，过去我们小飞还很常见，现在感觉大家都比较喜欢追求效率，就跳或者是尖顶之类的下法。对，那这盘棋是先做了一个准备工作，然后跳。对，这样白棋就下不出这步飞了，飞的话它黑棋要尖顶了。哦，要反击。对，所以白棋是回拆一个，然后黑棋也守个角。回拆这针下了很少哈，我最近好像好几年没看到这样的结构，这个结构，虽然说我们那个时候下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是的，但你注意看一两年好像这样的棋都下了很少，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对，对，这是唐伟新九段的选择，对，然后黑棋小飞，对，现在新位小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棋形结构。那小飞王应该这个就最大了，对，这个显见的一个大场，双方消长的一个要点。然后其实这都可以，就包括这个时候，他先在这边动手也是可以考虑的。我觉得，比如说尖冲啊，也不说不能下。对，那其实这个盘哪边不知道，现在的配置对也不太知道。其实尖冲也可以考虑，我觉得如果说你正常的下法，比如说盘这边黑棋长，如果你飞黑棋拐下来。其实飞棋的结构也还可以，这个配置的话感觉白棋这两个搭配也没有很理想，是，那如果你走这边的话呢，如果选择这个图黑棋拐下来，这样以后这地方可能会有个打入之类的，也可以考虑先动手这边也是可以考虑的，对，这就是每个棋手他的一个布局的喜好，因为我觉得像谢尔豪他下出这步尖的话，他应该对这个布局应该有研究，他一次应该有可能用 AI 跑过，否则的话他这个地方下的也挺快的，就刺完以后就小飞这个，应该他有可能用 AI 跑过。那邹老师您觉得就谢尔豪的风格在您印象里是什么样？感觉是比较厚的，就是比较厚，然后力量比较大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由于有了 AI 以后，你很难去判断一个棋手的风格，因为他们布局现在都比较趋同对对对对，选择上不像过去那么，对，所以现在你很难去
去分析这个棋手的风格，但是从细的地方还是可以分析出来，就是比如说到了中盘的时候，他们个人的一些喜好还是能分析出来的。但是布局现在已经看不出来谁下的，因为布局大家都差不多，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有了 AI 以后，围棋有些地方显得有些无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布局上，每个人的棋风特点就开始慢慢的淡化了，更多到中盘以后才会有自己棋风的一些特点出来。是。因为像我们虽然老说布局很自由，但是对于顶尖棋手来讲，他们既然做了很大量的准备，他也是对这种胜率的变化非常了解。对，所以就驱使他们就会去选择一些比较相似的下法。是是，毕竟他们每盘其实有关系到自己的饭碗的，他不像我们业余棋手下棋就是图一块的，那你怎么下怎样的布局都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他们呢，每一盘棋都是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对局费啊、奖金啊、荣誉啊等等，对吧？他不可能说为了追求一些标新立异的下法，一开始亏很多的胜率的，这对棋手来讲是不太现实的。对，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些布局开局其实都比较相似。一局完了以后，他是打进来了，对吧？对，他是选择了挂进来。挂进来很显然他下手棋比如说有个飞阵或者跳这两个好点，对，然后如果你从这边出的话他可能 对三三他可能要下去，就有可能会下去下到这里吧，对，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构思。阵主这个结构其实也是有推敲的地方，就是这个结构小飞和大飞对于棋手来挺困惑的，因为小飞他明显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来被靠下会有点难受。靠，比如说你正常应该是顶，对不对？对，如果定型这样的话，对，然后这个子你就肯定不如跳在这个地方速度更快，对，你在这儿的话，以后将来被人打入还很难受这一飞，对吧？就这个棋形，你必须是有一个这个子，你才是比较完整的棋形，对吧？你没有这个子的话，你其实一旦被黑棋走过来，白棋效率是。有些问题的，对，有这个风险，对，所以说小飞呢，被就担心碰不太舒服。那如果大飞呢？大飞可能就是下一手不太好走。哦，就轮到我自己的时候反而对吧？你自己围，你围在这儿，这还有碰，对吧？自己围就不知道围哪，走在这儿呢，你就比较好围一些，比如跳来再跳来这，你就形状会舒服一些。所以是有利有弊的一个选择。对，那他这盘棋是选择的小飞。困惑，这种地方很困惑，但小飞确实将来被黑棋碰一下挺难受。黑棋先阵头啊，包括现在黑棋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当天就先碰一下，碰完以后有没有可能跳住这个、这样的一个棋，比如说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也可以考虑，我觉得。是。那邹老师这两个的话，对于这个棋子上的。就更紧凑一些了压力更大，因为走在这儿你下一手就不太好下对吧？你走在这儿下一手肯定就压住，所以但是走在这儿需要去算他这边有没有飞出这些的，这个我暂时还没有看得特别清楚，但是有点想这么下，这样下一手也可以走住。走在这儿呢，就是黑白棋要不走的话呢，黑棋其实也没有太好的棋下，他有可能当便宜了，比如说你看你这样的棋、你如果跟着我硬一个的你比如说你本来你这个棋要走，你一手棋不就围住了吗？他交换一下以后你要再吃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哪里，它其实也有可能便宜的地方，对，就留下了很多的味道。对，其实就通过这个交换把你下一手围控的这个悬点给消除掉所以下棋就是这样，有时候不一定每个子都要救，它可以交换一下，反正让你吃不干净就可以撤退了，你当便宜了。然后实战马上白棋是漏了一个，对，漏完再翻过是吧？对，就选择了渡过。那这个地方我是觉得他走这个可能会好一些，我觉得，因为走这个黑棋挡他再尖再回来，这样然后黑棋大对，这样白棋有可能会便宜一点点，我个人是这么感觉。至少黑棋在这一代的联络没有那么完整，对，将来这个做对比，我飞出去的话还可能吃到一点，但它这个的好处就在于，就是说它将来还是还有一些余味，对，还是可以过去的，还是可以过去，这是它的一个好处，但坏处就是说这个地方被封住了，那从某种意义来讲，其实黑棋要守的话，它直接跳也可以跳嘛，对，对吧？你也是搬过。那就这两个将，不，这两个将白棋可能是要亏一些，对，稍损，对，
所以这种地方比较难判断。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样下会比实战会好一些，我觉得将来这个飞出来更大一些。嗯嗯，但这种地方确实不好判断，是可能也跟棋手的风格有关。对，就他如果更喜欢实控，还是喜欢对于外面的一些掌控，可能更财迷这个底下。对，他可能觉得这毕竟还是以后有个后门。对，以后一跳就跳回来了，可以先冲一下再跳，对不对？就跳回来了。对，但这样定型完之后，实战性也好，就像邹老师说的，把这个地方定型了一下。嗯，这个碰确实白棋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对，如果搬下面的话，搬下面他是不是？他是不是有可能连扳？嗯，还有可能这样。嗯、连扳，连扳。如果是这样定型的话，感觉就是这个时候，这两个交换。对，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立刻应该是亏了。你看能不能粘的问题。嗯、对，粘它旁在断。嗯，现在征子也是黑棋。对呀、啊。有利。嗯，它可以扳完一下再断，好像。对，这个好像。白棋有一点点的、嗯、有危险。嗯，你这只能弯了。是，这边我搬一下，然后再跟白棋作战的话、嗯、他就连爬几下好像已经有点问题了、嗯、对，连爬这已经堵不住啊，堵不住就已经有点坏了。是，而且这一带有接应的话，白棋想要在这个作战占的便宜是很难的。对，这白的不行，那白的只能是立、嗯、那立的话感觉这个棋形就被黑棋便宜了。对，就如果说这个图跟顶了立相比的话，那白棋还是选实战的定型会好一些。对，很明显这个头很软，以后被有可能黑棋是不是立即有可能就顶过来的可能性，有各种各样的借用，对吧？嗯，所以这个局部虽然白棋不是很情愿，但也是这样定型的。是，这也是刚才就是说小飞留的一个问题，这确实挺讨厌的，这被走一下。然后首先他通过这个把你这条线给先堵住，对吧？嗯。然后你这个地方形状也不太好。对，黑棋加强了一下、嗯，补了一个。白棋点。对，这刺一下也是唐伟新独特的一个棋感，他就觉得底下他不会死，他还要求一下便宜。嗯、其实因为这个角度来看，它这个就要看将来怎么用，它有亏的地方、嗯、一旦你全部死了，你这不是明显亏目了？对，对吧？里跟外的交换，对，你明显是里跟外的交换，以后官子有可能还能挖一个收官，是吧？你这两个如果说你用不上底下的味道的话，你本身这是损的。所以这种地方其实就是看棋手风格，算是算不清楚的，但你将来有什么手段谁也不可能算得那么远。嗯、但是它这种地方就是体现了他的风格。哎，他就是现实先损，但觉得里头他将来也要用到这个地方的味道。对，无论是可能从这边动出还是从外面走的时候、嗯、他觉得有可能这个子会起到一些帮助。对、嗯、这样黑棋再打入啊，这是显见的好点啊，这是显见的好点。这个地方再被白棋围一手的话，他就很舒服了。对啊、嗯、所以这是很显见的一个棋，封口前打入进去、嗯，打入汤唯新也不会下了转地，对，但正常是走这个，是我们一般会想到要把它压住。对，但是这样呢，嗯，现在如果可能汤唯新的风格不太肯，黑棋是爬或者什么滑都可以，嗯，这样的话，汤唯新的风格可能不太，因为他这有点讨厌的，他走完还有下一手，对，他这个反正你可以看到，他虽然都全在二路，但是他把你空给全部掏光了。是的，而且由于黑棋只有一道势力，就白棋如果在这儿形成后势，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发展是什么。哎、嗯，没啥用，所以这个压呢是常用的下法、嗯，但在这个场合下，他是不太肯的，觉得。但是如果说这么走呢，嗯、就感觉下不出手。对，被便宜了，那明显这一下交换，嗯、对，黑棋得分。对，所以他就索性他就不走了。嗯，转角上。嗯，这样他又白棋去脚上捞了一票实地、嗯、对，跟这样黑棋爬过来。嗯，现在这棋都是爬的了，以前我们下粘比较多、嗯、对，小时候学定式都是这样的。对，现在都没人粘了，粘觉得以后加比较讨厌。对，现在觉得这样爬更厚实一些。黑出黑棋搭住。对、嗯、这样白棋脚上是需要补的，但是在补棋之前，白棋先定型一下，对对，冲断几下，嗯，就是把黑棋外围走薄一些，那不然的话被黑棋一手棋粘上，这个局部就太厚了，很完整。先走两下，对，然后定型，嗯，
然后这样再回去，得粘上。对，一起小金，下到这儿。这个地方也挺难判断的，这个地方其实白棋它可以考虑先断一下。哦，因为先问一下黑棋，先断黑棋现在只能顶。嗯，因为粘白棋就顶了，弯出了黑棋、马上就有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要来吧。对，这样好像黑棋就有点问题，那它只能是顶在这儿。嗯，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等于走在这儿的时候逼迫你补回去了、你补在这儿了嘛、你补在这儿，但这两个确实损了一点，本来以后外头可能有点关系，这两个肯定是损了。嗯，但就是说它的好处就在于它通过这个先断的交换让你补的比较速度比较慢一些，但同时呢损失就是黑棋变得更厚了一些、更厚，我这打吃下有点损白的这个。是的，但是这样的话呢你就补不到这儿了，中央会好一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取舍的啊、因为这个棋形虽然说黑棋很厚，但是你这个头还是有些借用，比如说将来我有个跳的话我还可以顶。对，还是个软头、对，就是我还可以通过这个整形，虽然对你威胁没有了，但是我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整形，比如说有跳完以后将来是不是还能飞到一下就发财了，对吧，飞到一下就很舒服，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想断，那就是我觉得断可能会更便宜一点，但是这个地方确实不好弄，他实战走来这呢他强调是黑棋这地方的保卫。对，但是显而易见黑棋这个子放在这儿对白棋这两个子的压迫肯定是比在这儿要强很多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围棋它比较难受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搞不懂真的是搞不懂这些地方是单粘好还是断也好，包括这个地方唐伟新的选择跟点完尖、有些地方确实是很难去判断具体的得失。对，还有之前邹老师提的这个点一下可能也是比较体现唐伟新的一个风格，他好像比较喜欢留点味道感觉。对对对对，他很强调这个后头的后续的手段。对，但是他后续其实怎么用也是一个难点。嗯，如果用得好的话他的这个选择就是值得的，但如果以后黑棋还是正常的定型、那么这个位置肯定更有效率。对，这个子现实他现实肯定是亏了。嗯，对吧，你这两个子你压力就更大了，但是就是将来你能不能用到，包括这也是，对，这现实也是亏的，但以后能不能用。对，所以得看唐伟新能不能后来把这些他这个留下的伏笔啊之后能够组合起来。嗯，但他现在实在是挂这个啊，嘿，感觉上这边走也挺大啊，但是不知道怎么走，还有尖顶也行不行？对，就有点想这边是不是能趁着黑棋如果有点薄，如果你上场，我就是不是搬一下？嗯，搬完我就先手当先手便宜了，包扎一下，对吧？你立的话我也脱先了，好像总会好一点感觉。这个地方因为空着看起来好像你是有点吓人。嗯。因为这种空气我们如果一旦被黑棋破的话，那你之前的投入就会显得你之前的效率很低。对，所以这时候其实也很想在下面定型。对，如果他尖顶的话呢，那刚才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可便宜的地方，就是让你这个头变软嘛。对，但他也不尖顶，他就直接走了。但直接走的话黑棋最简单的就这么走过来，你这边这两手就肯定亏了，因为你将来你这个后卫就用不了，来不及了，用不到了。因为点了这白棋应该是不太能反击，大概本手就是这样硬一个差不多了，然后黑棋比如说贴一下或者先拖一下这样。可能再问一问。哎对，白棋也挺难受的，如果你要扳住我就再顶一下。对，这个马上就能感觉到白棋的棋形是很重复的。对，这样黑棋就应该就可以跳出去，那跳出去之后那这个地方味道就消除，黑棋这个地方就赚到啊，中央就赚到了。所以可能有点想顶。对，这个黑棋其实走在这就可以满意、好像下得够狠、对，更有追求的一手棋，很有追求，这个体现的就是谢豪的风格，就是很狠。下得很狠，他的棋你可以看到下得他还是很厚的，那个刚刚我强调就是他的风格还是比较厚的、唐伟新是比较薄的。对，他俩倒是刚好对上了、对对对，你看处处白棋是处处留伏笔，是，但黑棋我们马上看到这块厚实、还有在这一带都是比较厚实的一方。对，就是你不要看这个棋的胜率什么之类的、就是看这个格局其实应该来讲双方都很满意，然后唐伟新很喜欢下这种棋。对，唐伟新他就喜欢就是我这一块不活那块不活、然后我空一定要多，对，他就喜欢下这种棋，有点先捞后喜的风格。是，
对，那谢尔豪可能就是有点厚积薄发的感觉，先积累，对，然后一会儿在中间的攻杀中看看会怎么样。是，这步比较狠，这步他就是说，你要再防不给你啊，你再防就有点这个有点太缩了，对吧？对，等于刚刚这个白棋虽然不舒服，但还有个余地。对，现在黑棋说你这个连退缩的地方都没有了。对，那这样的话，白棋是贴了一个，嗯，贴，然后黑棋是，这也是相当复杂这个。嗯，黑棋是跟着硬，跟着硬。这地方是应该搬还是拐也很困惑，其实搬也没什么棋，搬断了、嗯、如果局部而言的话，这边硬着也是不太担心的、嗯、对，好像也这就是他可能觉得拐住更厚吧。对，但不知道这个搬会不会对这一带可能是有些帮助。其实想搬其实想搬，但是他这种东西就是风格问题，他觉得这个不、嗯、味道不好，能走厚。对，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谢豪的风格是比较喜欢厚实一点的、嗯、他可能觉得这样你的接用比较少。嗯，那这样白棋通过这个接应以后，他可以把黑棋分段。对，分段其实这里面真的很复杂，我觉得真的看不清楚。不是，黑棋如果往里头跳是什么情况呢？嗯，首先马上这个下面会有一些眼泪。对，他马上飞完一退，白棋也没活呀。对，如果白棋只是比如说在这一带封住的话，那这一飞、嗯、这里面的对杀，然后还上冲一下再一退回。对，如果是这个图的话，感觉是要开始做死活题的感觉。对，算不清，这个确实算不清楚、那个、对，这个因为白棋肯定不能接受双方都活，那他肯定要进来。对，就是一个杀棋。你粘上肯定不能考虑，粘上他一虎，这个是我们知道肯定黑棋满意、嗯、对，他长玩什么一虎就可以、嗯、对，但白棋如果说怎么收一下，对，算不清楚，这个确实算不清楚。嗯，反正我这个就是比胆大。嗯，我觉得唐伟星跳下来他一定算不清这里的变化，就比胆大，就你敢来吗？嗯，对吧，他意思就是我看不清你看清了吗？对，而且就怕你长考了半个小时以后发现觉得不太行，嗯，然后你的时间又没了。对，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比胆子大。嗯，后面实战着谢豪其实下的是比较简明的。对啊，他等于做了一个算是弃子吧、就是、对，比较简明的一个交换。 嗯这个下法的比就是双方都很开心，但双方都输了一口气，就是没有，本来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要决战胜负了。嗯，如果黑棋往里头跳的话，如果这个成立的话，我想这棋白棋在这一带就非常危险了。对，嗯，所以他拼了一把。嗯，然后谢尔豪呢就给你的面子，给了个面子。但是呢下成这样呢，虽然说从这个胜率来讲可能也黑棋也不坏，嗯啊，但是感觉上白棋算躲过了一劫。我觉得是因为他毕竟把你这个纸吃掉了嘛。嗯，他毕竟把你，否则当时被打入在这的时候，其实刚刚邹老师这个图我觉得就黑棋就挺舒服的、啊、对，这个比较温柔，这个比较温柔。这个其实应该白棋不太敢这么反抗了。嗯，但尽管如此，我们说其实这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图也能感觉到黑棋两边也都走到。嗯，对，其实从黑棋的角度也是可以满意的。对，这个比较简明。嗯，但是我觉得他下在这儿的时候，他其实可能没有想过自己会死的。哦，他是被唐伟星实战的下巴给吓回去了，给震慑到了。啊，对，对，等于说，所以从局部来说，唐伟星应该是躲过了一劫。毕竟这个地方，嗯、你要是吃不掉这个子的话，你这就没法收拾了，对吧？就像你刚刚说的，往这缩的话，这个棋就太惨了点。嗯，对吧？那黑的就算拖回去也可以。所以他不管怎么说，他好，他拼了啊！局部是他总是扛住了，虽然说黑棋呢、嗯、也有一定的收获。对，因为谢豪他是觉得你这两步棋是一个大恶手。对，你这个棋形，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你是跳出来的。对，你这他就在这个地方他找了一个台阶，他觉得你这个地方先贴了一下是损的啊，这个太损了，那我弃子呢我就算了。嗯，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谢豪是不可能选这个图的啊。他就觉得你这两个有点问题，那我通过这两手棋呢，我中央控制住了，他觉得可以满意。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又是一个双方满意的一个结果啊。作为唐伟星来讲，能够把这吃掉，反正实地先拿住，他也没有什么不满，就局部来讲没有什么不满。对，毕竟我们刚刚说白棋可能是要抢着先才补这边的毛病，嗯、现在我脱先了，还能把你这两个子吃住，从白棋的角度也是没有不满意的理由。
而且正好棋局就进入他先捞后洗的一个风格啊，就是这个局势的风格是朝着这个汤唯星的擅长的路数去的。但是全局的形势白棋不一定好，虽然说这个地方吃住了，但全局的形势确实也未必好。还早。对，而且如周老师之前介绍的，就是其实这样的格局虽然是唐伟星喜欢的，但谢尔豪也挺喜欢这种，就是我很厚，然后呢你有薄弱的地方，我待会儿去攻击你。是，对，所以一会儿看看这两位棋手到底谁更擅长这种格局。走到这儿，然后坚定，这个是很大的一手，对，坚定要长。现在这种坚，在这个场合下坚定的跳，其实是方向是很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该夹击，夹击。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白棋上方这个地方是个铁头，那么在上方其实没有太多的潜力了，对吧？那你夹击的话，白棋比如往这一蹦进来，你的中央就全部没有了。所以这种时候，往这个地方去走，去经营这块的这个模样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这种下棋的时候，我们讲就是不要太教条于这种具体手段，很多时候还是要根据这种全局的方向去思考。看现在尖顶的跳就是很好的一个行棋方向，扩张的同时再瞄着上方什么夹击过来。对，所以本来从一般的定型来讲，白棋现在如果能拆边是很满意的，但是现在黑棋这一带的模样越来越大。对，而且拆边呢有点不太舒服，你比如说正常拆到这儿，它可能又飞你一下，对吧？你这要是跳的可能它又压你一下，你就不舒服，越来越难受。 对，就是硬在哪儿也挺难受的。是，然后你顺势就会发现这块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白棋它不知道该怎么硬。对，如果是刚刚那个图的话，其实白棋这两个子就快无疾而终了。对，这两个一定不能死的，这两个要死了，这棋就不是汤唯星下的棋了，他肯定是要跑出来的。所以在跳的时候，白棋是把这个跳出来。对，那从这步棋也可以看出黑棋的这个选择是更加的正确，就方向在这边。是，对，然后好，黑棋夹击。对，不愿意跟着硬，你硬这地方一硬，你这个跳的效率就没有了。对，就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就是这手棋，对，这手棋效率就没有了，所以肯定是不能硬。所以也是这样，对，转过来，局部要走的黑棋也是想办法，比如说这直接分段这之类。如果局部要走的话，也是肯定不能往这去，往这去就这个子效就太低了。那你看，走在。对，他是新家。反击，那么白棋呢？白棋是不是要走？对，从这边出来。要走吗？靠一个。靠一个。他其实还是想借点力，然后下去。因为直接下去呢，可能这地方可能马上有一个有点问题的棋形。所以他想加厚以后再下去。如果一旦他能在这儿，比如说。普通的时候可能能要到两个先手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借用的话，对，那他就好办了，比如说飞或者靠都可以考虑了。是的，但在这个扳的时候谢尔豪可能显然是识破了白棋的意图，他选择从这边吃。这个时候白棋要先尖一下，尖一下，他如果直接粘可能被扳死了，不对对对，走不到了。走不到，所以先尖一下。对，还是挺细腻的，现在是的。这个时候黑棋虽然提外面很舒服但是这边的有冲断的或者挖的弱点，对，是必须要跟着硬的，所以是跟着打粘起贴。这样虽然黑棋没有直接像刚刚扳死白棋，但是这几个子好像还是有一点对不太舒服的，这样就贴这个吧，只能走这个就已经死了，对吧？就还是走已经死了。所以他要先贴黑棋会挤吧，会挤，这个棋形应该是挤的，对吧？挤，对，就是挤。白棋感觉棋形还是有点难受有点勉强感觉这一带，他是通过一个贴，但是棋形依然不是很好，然后黑棋粘回来，等于这两个子是含在黑棋对。以后差不多吃跟接着交换。这样，然后白棋补断，补在这里也是挺体现他风格的感觉。
还是觉得对，因为可能我们经常看这种白棋制孤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轻的、快的这种棋感。那像他这个感觉还是比较狠，就更看重这边的时控。对，他主要就是有点薄，能走。对，可能不是。这地方有点薄位，他铺一那么一点，就直接点。有担心。有担心的地方。棋形好像有点薄。走在这儿也是下来很撑，对，凑黑棋，因为如果说下成这样的棋形，那我觉得肯定是白棋作为制孤的一方不太愿意看到的，所以虎在这儿总感觉有点就是故意卖个破绽让你来点我。确实也不知道补哪，对，补在哪都没有太好的棋，补在这被刺一下也不舒服。索性就是索性你来吧，一点对，但是这个棋形也是挺惨的这一点。白棋这一带下的我觉得有点问题，还是有点重。从这个靠开始，就是因为时间太快了，看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好像白棋是有点问题。这么下的眼睛，这个眼位太干了。他走到这样以后，白棋整块棋，我们看一下定型到这里的时候，这白棋这个这一大串全都没有眼啊。而且黑棋也顺势把这个地方封住，就一旦黑棋以后有机会再补一手的话，整个在这边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对，而且这补有点想跳，其实有点想跳，跳完这个拐的力度更大，飞的话呢，一个拐过，还有这个地方会给白棋留这些眼位，多半只眼想跳，这样压的话就长出来，因为白棋现在应该不太敢穿出来的，这块棋没有完全活。他这个不太敢穿，但跳的话呢就是多了一个穿的毛病，但是呢白棋的眼形压力会很大啊。是的，所以这就是两种下法，这就比较狠一点，这种呢就是把着控。对，但好像白棋也挺苦的，现在白棋这个断点必须要补棋吧，必须在这里打吃，是打吃啊，打吃是能打到的是吧。这块没活，对，打了一壶，不断也很苦，反正白的。对，等于白棋现在黑棋从跳完之后又多了两手，白棋已经在这儿花了两手棋的效果。现在黑棋再把这个尖住。对，就是说等于白棋虽然在这个地方走出一块还没有完全活干净的棋，但黑棋在上面已经有了不小的收获。对，关键这块还没有活，这块还没有完全活。对，还不是说完全联络，可能有一天黑棋如果点了分段的话。是，而且就是白棋他自己连他也没有完全连清楚，气还有一点紧下来。对，你比如说你这样贴一个，对，那就算黑棋就这么走，你也没有连上，是，就是反正至少你下面还要补呢。对，你至少没有连上嘛。那我就再从中间冲分段，是，就说还是不完整这个联络。但是黑棋也没有必要，他可能在上面点一点，然后比如说逼迫你回去就已经很满意了。是，所以感觉白棋从这个跳出来这一串的定型可能值得商榷。有问题，对，这个靠可能有点问题，走半天没走到东西，因为绕了一串以后其实没走到东西，这边被飞了一道，被黑棋走了两手棋，白棋，所以现在就是脚上得折腾点棋出来，不折腾点棋，黑棋这个控应该是可以的。就如果这里全性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率黑棋非常高。对，所以白棋现在要来这里面折腾一下，点脚，看看有没有能活一个小脚。对，这里面又是一个死活敌，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立下，立下，然后他爬完，爬黑棋顶住，这里面是一些点。感觉是不是如果跟外面借用没关系，局部肯定是不活，局部也不像活的。对，就可能不知道他有没有往 外对能有一些借用。对，他就你将来一团是先手啊，还没有团是吧。他要先跳下来把这分段。对，这先手权利。但是黑棋在联络之前也把自己的定型都定型掉。这感觉从棋形上看，他觉得这尖下不便宜吗？
感觉对上面应该是便宜的吧。还有眼位啊，嗯，觉得为什么不煎？它是先打吃的，对，打吃完就提了，马上就提了。为什么不吃掉呢？对，很想煎这下。吃掉应该总是便宜的，因为跟白棋有眼位的关系啊。差半只眼。白棋以后这个虎到以后白棋有眼。对，现在刺掉的话白棋的眼位就没了。嗯，因为白棋整块钱没活，所以我觉得先不考虑上面的棋问题，这肯定应该刺掉，这能刺到。对，这边也没有气景的关系。 对，白棋不可能粘，否则的话它跳下来的意义就不大了嘛。嗯，啊，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刺掉刺掉我要关心白棋的眼位。嗯，那肯定有点小失误啊，做完感觉，尤其是黑棋一旦活了以后，这个反而就走不到。对，对你都连通了，这个就是个关子。对，这肯定走不到，所以这个半只眼已经被白棋赚到了。那这块棋还是有死活的关系。对，其实这半只可能对中央白棋的处境是差很多的。对，一旦这多了一个后手眼，好像再加上这里拱一拱，那差很多。对，那有时候就差一手棋了，你再差一个眼的话。嗯，对，所以不知道这个地方黑棋是不是尖掉会好一些。对呀，啊，莫非跟上面气有关系？反正暂时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刺掉的原因。嗯嗯，那黑棋踢完白棋再团，团完又跳，哦，那基本功扎实啊，就是这样，基本功很扎实啊。但如果是这种跳着吃，就感觉跟这下应该只会黑棋只会有便宜，不会亏。对，应该是不会亏啊，这样为什么不刺掉？对，而且我觉得上边。除非有很严重的区别的话，小区别也应该刺掉，因为这块棋，嗯，因为黑棋不一定要杀上面，上面万一是打劫的话，假设是打劫的话，这地方你没眼和有眼这地方劫财肯定有关系，这块棋的死活肯定有很大的关系。对，所以这个地方是黑棋这盘棋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对，但是也可能他觉得已经很开心了。哦，他觉得你上面活不了，反正他觉得你这一串你也不知道，对，你走到什么，然后你自己死了，嗯，他可能已经很乐观了，所以就没刺这一下，啊，应该是要刺掉便宜一点，我觉得。嗯，对。现在就看里面有没有棋了，就唐美欣他已经走到这步了，他我们来看看这里面，一点棋没有，他就没面子了。对，这里面看来还是他有什么利用的地方，嗯，我们看一下，他先一个滚包。把这两唐伟新真的是太擅长这种东西了，跟唐伟新下棋是非常头疼的，对，他太喜欢搞这种东西了。对，就你觉得好像都是我自己的地方，怎么被他这个东碰西碰啊，就好像又碰出点棋来了。这是什么情况？他然后这有一加，嗯，加的话呢，嗯，反正黑棋是要这样才能灭眼，哦，冲完力。对吧，哦，他其实他就是想折腾一个什么先手眼之类的。对，如果你单力被我一挡，这就有一个半只眼，所以黑棋要先冲了力，让你这个地方走是后手，你再走局部我扑一下你也是死的。对，哎，但是这个地方黑棋走暂时也走不回来吧。嗯，哦，走现在是走不回来。不对，我粘上面，我粘上，哦，可以粘这个，可以粘这个，就是你扑我粘上面，刚好可以回来。对 对, 对, 对，黑棋可以这样。对，他的意思你一扑我一粘。啊，对，对。那白棋是个后手眼，对，对吧？白棋现在挡这个的话，我就扑了，走外面就行。哎，那唐伟新怎么办？后手眼这是个什么东西？后手眼，哦，他上面有一个，啊，哦，他可以先在外面做文章。哦，他可以这么折腾。啊，还是挺厉害的。这他走完以后，他虎先手，嗯，虎先手，然后再一路一扳，这相当完强。你得破眼，黑棋得破眼。嗯，他一路一扳，哦，是的，哦，他可以粘在这儿，就是如果我跳，这一粘就活了，是，嗯，对，等于本来，这怎么活？就我冲了，然后再一粘。啊，对，没活，哎，不对，你不得站在你得挡这个，我扑的时候，对，这个次序，就本来黑棋是扑一下，期待白棋提了破眼，嗯，但是现在扑的时候，再粘回去，粘在这儿，这样活了，哦，对，嗯，很顽强，因为他当时如果没不扳这一下的话，你看下人这样以后，你一扳接他是死的，你盘他可以扑这个，哦，还是很妙的，所以他为什么要扳这个一路嘛？对，因为这样你扳接你走这一扑，嗯。走，哎，对，然后你打吃接不上啊，对，这样其实一个接不归，所以他要搬这个一路，搬完一路以后他气长出来了，
然后他就对这样，如果他扳到一下以后，这样你就杀不掉他了。对，那这个黑的大失败，这个被白棋不仅活了，而且活的目数很大。对，他就扳到以后，他可以先挡这里，你一扑，他再一粘，这样就活了。对，是的。那还是白棋还是折腾出棋了，这个棋还挺严厉的。等于说虎的时候确实，哎，那这个棋白棋下了好啊，是啊，他们已经这棋。这样他就，那谢小豪是不是看错了？对，这个白棋活了，活了，这个黑的不是就要崩溃了吗？因为这个地方应该跟黑棋的预想差太多了。对啊，就虽然我看到即使活了呢，可能从决议给出的胜率依然是均势啊，但是还是均势啊。对，但从棋手的心态，好像这个我可能接受不了。因为可能决议认为就是中府嘛，就你这一带可能我有一些借用以后，中央白棋还是薄的。但是如果从我们人类棋手的角度，就我觉得你这地方本来是近死的地方，突然整出了这么严重的棋。对，这个我估计谢豪肯定是受了很大的打击，这个决议这个胜率一般人是扛不住的，这棋就被禁火了，实战是等于是被禁火。对，那最起码这个时候他最起码想打劫还有打劫啊，对吧？对，他如果早知如此，他是不是打劫然后又利用这一代和这一代去做文章，他会觉得更有把握。棋下的好啊，还是很敏锐的，等于说利用这三颗棋子。我们再看一下，等于这个时候黑棋如果不贴的话，白棋这一冲，他可以利用这边还会有一，对，他一只后手眼，他一冲一粘，主要粘完他这外头有个冲断，你现在有点不好办的地方，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走这个，走这个这边反正是这样一个状态，对吧？对，是这样一个状态。对，然后白棋就可以冲完做这只眼，然后你得点杀。那我要不要搬一下气场一点？啊，搬可以搬。对，白棋先延那总是白棋的权利。对，然后再感觉好像气会好一点。就万一要跟黑棋对杀的话。然后点。就是这样。塞进去。然后这边，哎，不对，你点完以后是不是已经不对了？这一冲。哦，没有，对，就是对，刚好就是我断，然后你粘这个，然后我们就杀气了，是不是这样？你提我扑掉，这样谁气场？对对，好像还是白棋跟，是不是白棋？对，因为感觉白棋有眼，是不是？他可以先提一下，应该转气吧？对，对这样。尤其这地方，如果黑棋没眼的话，应该杀不掉这黑的，这是双活了，这两口气都你自己得自己进去，这样不行，黑棋不行。哇，妙啊，白棋确实妙，确实妙。那个他们已经真是厉害，这个这种地方他们已经太厉害了。是的，这样好像我觉得黑棋马上应该可能在对局中瞬间就觉得自己有点对有点热了，感觉整个人在想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大白棋这一虎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呀，对，还没有这个，等于虎的时候黑棋选的贴。白棋一扳，这又怎么办？哎，那他之前他点了，他不能先扳一下吗？扳一下棋那种，就他就不跳这个，不跳这个的时候。我们回看一下，回到这个地方。如果先扳，对，先扳是什么情况？先扳，先。就是白棋黑棋希望自己能扑到一下。我扳到，我扑到应该就行了吧？扑到应该。哎，但是这样是不是气我可以加啊？我加在这也没什么用。哦，我加在这儿是不是好一点？本来我加你。啊，对，但是这样你不搂我就接上了。我应该还是得搂，是不是？搂那边跟实战是。哦，我可以。哦，就是我可以打吃在这儿好一点。我拐不到那下了。对，这样我直接断。对对，我拐不到那下了，拐不到那下，这外头有冲断，可能也有个问题。可能也有担心的地方，但是如果是知道后来的结局，黑棋肯定会想想办法，这个地方有没有更好的？对。
但是这棋确实局部来说你搞不定他，那最好的结果就是这最好的结果就是这个时候你啥也别动。嗯，哎，这个时候他还没走这一串是不是？对，是点然后挑，我觉得可能刚刚邹老师这个图吧，就是黑棋先刺掉走掉，还是把这一下，如果有这一下的话先杀中央。对，我感觉这个其实中府就挺有，对，先杀中央，比如先点这个，对，先杀中央，这以后怎么有一个劫啊，就刚刚那是是的。而且黑棋一旦如果说这一带有借用的话，那这上面白棋刚刚可能再跳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对，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复杂，你先杀中央，你这边吃不掉的话，那唐伟新至少这个地上面就拿住了。是的，我们看实战啊，那个棋好像下来还是很精彩的。对，等于出现了一个实战死活题，对吧？白棋是先走掉啊，对，那先先走掉，对，把这个都搂掉，对，搂，真是该吃，然后加一下，黑棋冲了力，白棋跳。感觉像谢豪局部应该有看错的地方，我感觉他这么下，对，对吧？对，因为肯定不是非他本意，那不然他这一串应该有很多次机会都可以寻找更好的。对，来看他实战怎么现在就只能是放活了，放活以后、哦、只能放活，然后把这个木线捞回来，不然他这三个被白棋吃的实力损得太多。嗯，那白棋联络，然后那边断一下，哦，其实最终还是要绞杀这边的。对，其实核心可能还是利用比如这边然后跟中府的关系、对，但是绞杀这边。嗯，那现在这个地方以后有小这是有眼吗？这样你这下没走到，应该有个眼。对，而且黑棋这里是软头，你也没有办法就是从对你走，他这个是先手、如果这下走掉的话还有可能。嗯，就是这下扑不着嘛，现在永远扑不着，扑不着的话他这个尖顶先手，对，或者我就看成冲先手，我一立就行。对对对对，我单立就有眼。啊、哦，对对对，那就冲先手就完了，就反正那些走不到。嗯那白棋这还有个眼，所以这下刺掉就还是有关系的。是的，这地方不刺掉，总是有点问题。嗯，然后现在断进来，但不知道这个断有没有用。他不还不给便宜啊？对。然后白棋啊、哦，这便宜主要还有点大，他这将来还能跳出来。冲的白棋靠出来了。嗯，这个黑棋是打算怎么来操作他的这个？这种感觉现在的话，这一段枪法有点乱啊，这怎么跳到这儿？对，现在是，他是待会要冲这个是吧？嗯，要冲这个，还是很复杂。对，完了以后他这边要打吃。嗯，这是他的构思。嗯，对。但是这个地方冲黑棋靠，就是说。哦，白棋可以靠，就白棋还是，如果这边但你要我一冲，你要一靠，这个棋亏的有点多，他就站外头就行了，哦、对吧、嗯？那你还不如当时你就打回去呢，一手棋打回去。嗯。但这个打吃还是挺严厉的，是不是感觉上面还是更着急？还是肯定要走上面，不然一打吃就死了吧？哦，打吃一横长。对，那有了这个，是不是冲就能成立？还暂时。这样是不是可以回冲回来？对，想冲吧，就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那白的那这地方是要干嘛呢？对，是不是黑的还是有点收获？然后在脚中间，看看他们实战。实战下了吗？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好像追上了实战的进程。嗯，我感觉唐伟新是不是下太开心了？现在怎么办？这如果你回去的话，你亏肯定是亏了。嗯，但现在不回去好像也没辙啊。对，我们看外面的话，这个我就粘上，是不是？杀这边不太可能，黑棋这地方还有个后门。就这样应该。就你底下只有四口棋，你现在就得回去了。嗯。现在只能回答、哦。对，那我可能是不是走掉回答更好？就比直接回留点，那感觉损失也很惨重。那收完以后，他就把这个压住，那白棋走了啥了？这一串，也是什么没走到。那还不如直接刚才忍一个算了。就是断的时候，断的时候，看看这个地方，是吧？断的时候忍一个算了。但忍确实有点亏，被打吃完以后，这也跳不回来。但我觉得黑棋、白棋可能也只好忍。
最终就是黑棋便宜两下就最终杀这一块。我感觉黑棋杀不掉这块，白棋空还是多吧，就这块掏掉了。嗯，我初初一看觉得白棋空还是挺多的。对，除非黑棋就是利用白棋的孤棋中央能成对一定的目数。关键还有一个就是他这边分段以后是不是底下还有点棋，因为这个地方一小尖也没看清楚啊。对，味道还挺饿的感觉。啊，对，这地方对白的可能是要什么贴了扳之类的。然后他比如说就这么走，因为你不能被他先手分段嘛，先手分段这块棋恐怕就要该黑的下底恐怕就要扛不住了，所以白棋这个地方的味道也很饿，也没看清楚。嗯，所以可能还是白棋之前这一代下的挺重的，就虽然在上面的死活啊，唐维新是非常漂亮的，中央肯定吓坏，对，中央白棋肯定吓坏。现在就是中府欠的这些到底之后严不严厉？中央白棋肯定吓坏，但是呢，白棋上方这个战斗局部的战斗还下得很精彩，唐维新在局部的战斗是相当厉害，这个活完以后肯定是挽回了很多，但现在就是虽然说都目数便宜，但还是有。这块棋没活，因为这个地方一旦黑棋有了子以后，它这至少有个收气，一收气的话白棋空就没我们想的那么多了。嗯，对，但是他显然他觉得形势没有乐观到那个程度，啊，对， 他得拼。对，那现在的焦点就是这一旦黑棋跳完之后白棋如何应对，就眼见的这一吃非常严厉，但是这个冲回来如果只能补的话也是很不情愿看到的。这边不走的话好像一打一退就死的也很清楚啊。对，这一场好像很简单，冲就唬住。嗯，这个好像必须要走。嗯，那看来补还是必要的。对，但补哪就是问题。对，怎么补。嗯，感觉这个算借用不多的，但可能这边还是有冲。他有没有这种顽强的补法，就是白棋得上点特殊手段，我也看不清楚。不是，就是反正也要扛这边嘛，就是两边都扛。对，那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手段？因为这边刚刚讲一打一场就死了，你走这边呢，这边被一冲好像也动不了。一旦回去呢，我觉得回去肯定是损失惨重，也不会是唐敏熙的本意了。嗯，要回去呢。早就该回去了，对吧？你现在你冲完回去，所以他是不是他们现在常考是不是在想这种啊？他没走这种，哦，他可能觉得这个不行。哦，那还是没办法。那一冲呢？对，那一冲怎么办？我看他已经跟着冲，他估计是不是也是走完回去？走完，可能留下一点头绪，依然跟他自己的风格比较像。走完可能还是要震一震吧。啊，再往前震一震。对，或者气这种。没有没有，他没气，他现在没气，他下手其实可以打出来，至少可以吃你。嗯，你先，他可能往前挣一步。哦，对，先走一走，这样。对，这样他再回去还有点面子。嗯，这样不至于被全部给摁进去。是的，对，这样的话，毕竟黑棋这一代虽然有个后门，但也黑自己也受到一些牵制。对，因为白棋他这个也挺大。对，带着木的，他还有这个嘛。嗯，而且这一走，感觉黑棋自身没活的话，你就不太可能对我有很大的攻击了。对，就你马上忙活自己，然后我顺势可能你这三个子还有威胁。对，他可以直接走在这，直接走在这把黑棋的眼也破了。对，是的。嗯，所以好像如果是这样的话，能够像曾老师先贴一下的话，黑棋这代的收获就还好。哎，能贴一下还行。刚刚没注意到，可以贴一下。如果是这样被黑棋走掉，就太完整了啊。对，但如果是分段的话，跟这一代的后包还有关系。对，对，是的。走完他是不是还可以再蹭一下？不知道。对，如果说再交换一下，可能还可以再蹭一下吧。嗯，这长帅还挺有价值。对，其实挺重。然后掖住，反正他搭还是也一样的，对，还是很大。里面没问题，没问题，大头鬼。嗯，这样就是黑棋这块棋，而且白棋是不是还有可能先攻两下这边？有可能。其实或者就比如这个连回来逼迫你怎么连，把我自己走活，也是一种有这个可能性啊。对，就比如我就走一个，如果你要是怎么连的话，我怕黑棋就脱先了，杀不掉你，那手棋也大得吓人。嗯，所以估计还是先撤退，先撤退，那黑棋可能就把这个收了。嗯，直接提回去，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白棋没长？对，我觉得白棋不长还挺让我意外的。我看到感觉亏了。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提回去，白棋先手提一下的话，感觉这个黑棋厚了，应该亏了。对，感觉不太好。对，他是冲了一下单靠，那么黑棋提是先手，先成这样。那感觉这个中央厚薄，有点问题。喜欢刚刚那个图，好像觉得那个好。对，我感觉这一下子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白棋的判断，我觉得他是不是觉得就是或者他觉得自己没问题，就这块不死，他觉得空就多了。他觉得那样呢，虽然说厚薄有点区别，但空损了，他觉得你这没目，反正我这块棋他就当活，但是感觉上还是亏了。这贴出来以后，这块厚薄还是有点关系的。对，而且如果从实控看，其实感觉跟黑棋就等于我刚刚毕竟长到两下呢，就等于说类似于这种交换的话，跟刚刚那种点目其实白棋没有亏很多，但这两个子对中府的厚薄好像太有帮助了。对，但他财迷这个实地啊，就是说你现在挡是后手，那挡着后手他将来他手他可以跳。哦，他财迷这个实地，这地方确实实地差距也很大。对，因为黑棋以后就只能单靠了。单靠那你就受不了，你就控受不了。所以他觉得他走完以后呢，你可能还得，你要是杀不掉我这块棋的话，你还是得回到那个档，那他觉得局部有先手。对，但这个是他的利，就是他的实控非常好。对，但他的弊端就是如果一旦中府进行攻杀的时候，那这两颗棋子的重要性真的 是感觉还是应该长。我的第一感是觉得应该长，但实战下来这样呢，就是其实最终就是赌这块龙的死活了，现在就是说。对，而且这个也是应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应该说白棋在这儿又捞了一票的话，黑棋单纯收控的可能性是不太够了，看上去应该要杀。对，所以现在的悬念就是黑棋利用这一代的气劲能不能屠掉白棋这块龙。现在没刺掉，有人一口血就出来了，差半只眼，那个得有多后悔。现在好像肯定是要后悔死这个地方。就没刺掉，就是的，你差半只眼的话，如果这刺掉汤文星肯定不敢这么下，这差半只眼，这赌过来我白棋怎么活啊？要做两只眼，等于这块一旦被你看被一飞刺，假设这个被刺掉的话，就是在这个黑棋同墙叠壁，你要做两只眼，这太困难了。那个是的，现在做一只眼还有一点希望。对，所以现在也是，可能双方到现在还有一点保留时间啊。我看现在轮到黑棋进行一个长考，而且现在确实非常关键。怎么来去屠中央白棋这个大龙？我估计黑棋会在这一带就先问一问。白棋反正现在连不上，先最好就是把它分段的同时，能够还让白棋底下收点气，这样目数又便宜了。因为黑棋还是保持着这个收控的可能性，因为这棋还白棋也不是说到了活了就赢的一个地步。如果被攻得很惨，这被收完气，然后黑棋回到这个挡的话呢？其实目数还是有的收的。是的。那现在到了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刻啊，我们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大家也跟谢小豪一起来想一想，如果是当前的局面您会如何处理。好，我们待会儿再见。一会儿见。天悦危机频道。